正文预览，第一章：人到中年不如狗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刚才家里来了个叔叔，一进屋就打妈妈屁股，把妈妈都打哭了。想起儿子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话，我的脑袋还是一阵眩晕。儿子才四岁，他刚上幼儿园，哪里懂得这么多？可我是个成年人，我知道这是妻子出轨了，而且刚在在电话里还隐约听见妻子发出的那断断续续的叫声。 想起这些声音，我瞬间怒火攻心。我一直担心的事情，终究还是发生了。我只是没想到，竟然如此明目张胆，直接在家里偷情。若不是儿子给我打这样一个电话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想到这些，我浑身颤抖。想起一年前，我还是站在巅峰的男人，那时候银行卡里的存款高达两千万。 可是现在我落魄了，身上连两千块都掏不出来。也是在我最风光的时候认识妻子的，我们是在一场宴会上认识的。她穿着精致的小礼裙，脸上带着那清纯而又带点媚的妆容。第一次见她，我就爱上她了。之后便展开了对她猛烈的追求，给她送了不少名牌奢侈品，甚至求婚的时候直接给她买了辆保时捷卡宴。最后终于让她成为了我妻子。 站在人生巅峰的我，当时娶她的时候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直接给了丈母娘三百万的彩礼。那时候三百万对我来说真不算多，而且每当逢年过节给他们的红包也都是几万起。那时候岳父母对我那就像亲儿子一样，但凡妻子有一丁点不对的地方，他们就会帮着我说话，还会经常给我打电话来嘘寒问暖。而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是我老妈靠种地将我拉扯带大。 一分钱一分钱的节省出来，供我上完了大学，他自己都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但是对我，他从未吝啬过。毕业后不久，我就同学合伙开了一家网络公司，主要给别人公司做程序。第一年就接到了一笔高达百万的订单，第二年就资产过千万了。那时候的我无比光鲜，出门在外都是豪车接送，身边的人对我十分敬畏。 家庭事业双丰收，别人也都羡慕我，羡慕我年轻有为，羡慕我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。我还把乡下的老妈接到了城里来跟我们一起住，可老妈不习惯城里的生活，不喜欢每天一个人在家里待着，还是想要回农村乡下。于是我便出钱在老家将土墙房进行了翻修，老妈每天就种种菜养养鸡，我和妻子偶尔回去看看他老人家。只可惜。 这样的美好并没有持续多久。两年前，和我合伙开公司的同学因为酒后发生巨大的疏忽，导致当时和我们合作的几家客户资料全被泄露，我们被联合起诉到法院，面临着两千多万的赔偿款。之后，那个同学就疯了，现在还在精神病院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犹如五雷轰顶，劈得我不知所措。虽然我还没疯，但为了偿还债务。 我卖掉了公司，卖掉了房子，几年的付出全部付之东流。我又变回了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一切归零。但不一样的是，那时候我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；而现在我还有老婆孩子，两张嘴等着吃饭。我没办法，只好买了辆电动车，送起了外卖。期间，我也想过各种办法筹钱，因为自己的名声在程序员这个职业里已经失信了，我没法再继续从事程序工作。 我去找岳父母借过，可他们直接把我拒之门外。不仅如此，还总是给妻子打电话，让他跟我离婚。瞧瞧，这就是我那势利眼的岳父母。想当初我那么风光的时候，他们简直就把我当亲儿子对待。现在我落魄了，就他妈什么也不是了。我已年近三十，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谁又愿意让自己如此狼狈呢？真是人到中年不如狗。天好地好。 还是自己的爹娘好，可我老妈因为年轻时候长期干重活，导致现在落下了一身的病。当初怕我还不上债务，差点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。也是从那以后，妻子对我的态度就变了，经常莫名其妙对我一顿大吼，就连夫妻间的生活也变得冷淡起来。对此，我没有怨言，因为的确是自己事业失败了，才导致生活变差，还连同妻子一起跟我受苦，我心中有愧。 但这不是他绿我的理由。再次想起刚才儿子在电话里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我的眼泪顿时就溢了出来。想起从结婚到现在，我对他这么好，哪怕我现在破产了，我也没有让他出去上一天班，把他当公主一样宠着，没日没夜的拼命挣钱，就想着有朝一日还能东山再起。可是我没有等到这一天，却等来了老婆出轨的消息。这消息。 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，将我的生活劈得支离破碎，让我彻底丧失了所有斗志。要知道，我现在还能这么努力，一直都是为了他，他就是我的信仰。我想让他重新过上以前的好日子，所以我才会那么拼命。而现在，这一切的信仰都被击碎了，碎的什么都没了。那种妻子背叛的痛苦与绝望，比我当初经历破产时都还要来得猛烈。 一想起刚才儿子在电话里对我说的那番话，我就气得浑身发抖，彻底崩溃的我直接去五金店里买了一把剔骨刀，藏在身后，关掉了手机接单功能，骑着电动车便往家赶。我要当场宰了这对狗男女。查看下一张，全部收起。